每次有活动我们家都会推很多这个柔邦的湿厕纸，它是真的超好用，擦完之后感觉就像洗过一样干干净净，真的就像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。以前也用过很多品牌的湿厕纸，论价格还是性价比还得是柔邦，18×14厘米的大尺寸，一滴二的纯化水，外加茶树提取物，而且还是消脂号的，一家人都可以使用，擦完之后特别的清爽，对于我们常见的金黄色葡萄球菌、大肠杆菌和白色念珠菌具有很好的擦除作用，擦除细菌高达 99.9%。 这一包是80片，而且是加大加厚的，每一张都添加丰富的茶树、洋甘菊和芦荟精华，特别是擦除细菌可以达到 99.9%， 纸质摸起来又软又细腻，感觉给婴儿小朋友擦屁屁真的是太合适不过了，而且抽起来也不连抽，它这也都是可溶于水可降解的，主打一个温和不刺激，擦完之后绝对不是那种湿哒哒黏糊糊的感觉，在水干性这一块做的真的特别优秀，同时也通过了皮肤的刺激实验， pH 值呈弱酸性。现在市面上湿厕纸品牌这么多，但是能做到如此优秀的却为数不多，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多囤几包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些总比那些干纸要好用的太多了吧，拿到手里的感觉真的是特别的柔软，使用完之后一盖封闭，既能锁住水分又能保证安全卫生，水冲即闪，再也不用担心会堵马桶了。用完的湿厕纸可以直接丢进马桶，这样也可以大大减少细菌的滋生和房间异味，真的是好东西，值得推荐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吧，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喜欢我的视频帮我点个赞。